国人话最紧要有瓦遮头，但近年香港的住宅租金不断上升，不少市民担心租不到楼，以后会冇地方住，直情承受不到了，可能你萬四萬五蚊租先得400尺。街头亦都开始出现挨不到贵租的露宿者。不是我哋系想请出嚟，而系个社会仍然逼住出嚟。有地产公司做过统计，七月份私人物业的平均尺租已经超过24蚊，创出有纪录以嚟的新高。有政党同团体建议重推租务管制，业主又点样睇呢？我同情租客不是等于绑死我业主嘛，不公道、不公平、不公正嘛。欢迎收看时事追击。自从政府在98和04年取消租金及租务管制措施之后，香港是没有政策规限租金升幅，保障租客不会因为加租而被迫迁。随着近期住宅租金不断升，多个地区的私人屋苑尺租破顶，升至历史高位。不正只是基层中产人士的住屋问题亦都越来越严峻。社会上有意见认为需要恢复部分的租务管制，他们的理据又是不是大家的心声呢？这里是西营盘，属于西港岛线的中途站，亦都是港岛线的延伸段，预计今年底通车。受这个因素带动，区内的住宅租金升了近一成半。有上面有个高士台咧，喺高士台好似好贵豪宅嚟噶咯，20000几蚊起，都好贵喎，好贵。Bonnie 系一个中产人士，而家同三个屋企人夹粉，用13000几蚊喺坚尼地城租咗一个400几尺嘅单位。每逢死日就快到期之前，都会揾地产代理带佢周围睇下租盘。呢个就系头先嗰个，先嗰个小姐。呢日。我哋同 Bonnie 一起参观两个距离港铁站只有5分钟路程，位于西营盘高街附近的私楼同唐楼单位。系啊，伍小姐，你随便参观一下。我哋依家呢度华辉阁咧，咁呢个单位就348尺嘅实用，咁就一大房同埋一个大厅，同埋佢业主嗌嘅租金就系18800蚊，仲加一个大约300尺嘅天台。咁呢边嘅景观就非常之靓噶啦。地产代理温先生话：，虽然300几尺嘅单位连天台，业主放租18800蚊，但仍然有市场。咁其实呢个租金，我觉得喺市场系租到嘅。咁譬如话普通我当楼下嗰啲冇天台嘅，咁两房呢啲单位大约系15000-16000。温先生认为，港铁通车对楼价同租金嘅影响呢两年逐渐浮现。其實個 range 都幾大嘅，譬如話你當呢啲新樓已經過到50蚊㗎啦，咁最近有一間全新嘅高士袋都租到100蚊，呢個都上咗，都係一個新紀錄嚟嘅。喺同一條街，另一個樓齡42年嘅唐樓單位，面積339尺，亦都叫租11800蚊。咁呢個單位咧就係339尺啦，租金佢就係嗌緊11800蚊，咁就業主已經將原本嘅間隔拆咗啦，做一個開放式嘅，同埋都睇到對面街啲平台嘅都幾舒服。其實第一個盤咧都幾好嘅，但係奈何租金太貴。喺幾年前都試過租唐樓，大過呢度，亦都平過呢度，咁就變咗都會心裏面都會有啲比較。Bonnie 同屋企人喺上環住咗18年，由於同業主相熟，一直以6000蚊租住500几尺嘅唐樓。不過5年前業主唔想再續約，佢先至要搬走。之後喺區內就一直揾唔到租金相宜嘅單位，佢迫於無奈搬到去較遠嘅堅尼地城。但近年呢一區嘅租金升幅已經對佢哋屋企造成好大嘅生活壓力。我就四人家庭嚟嘅，3个人就翻工嘅，变咗你10000蚊租，可能有一个人已经将佢大部分嘅人工已经攞出嚟交租啦。我因为一路租住楼，咁已经用咗大约30%嘅，已经去咗交租啦。咁我仲有几多钱可以去储起佢嚟做首期呢？近年香港嘅私人住宅租金不断上涨，令到唔少租客叫苦连天。随住港铁日后多条新铁路，例如西港岛线、沙中线等相继通车，这些地区沿线人口将会上升，
势必扯高当地的住宅租金。我们选了几个未来铁路沿线的地区，了解一下当中的变化。除了西港岛线之外，还有未知能不能够在2018年通车的沙中线。沿线地区的租金现在已经一直是这样升。300多尺啦，唐楼嚟啫，啊两房一厅400尺都冇，咁而家本来系5800蚊租嘅，而家一加咧就加到7500啦。我个仔都系想结婚，都系个攞层楼嘅问题啦，住屋问题咯，都系搵咗大半年啦，都系啊，租又贵，卖又贵，系咯，买又贵咁咯。大围系日后沙中线嘅终点站，连接红磡同金钟。现在这一区的平均尺租是29元，比去年上升了1.5成。阿美在大围做了18年地产代理，她说现在租金贵，很难帮客人找到心碎的租盘。如果两房一厅都挨住15000到最贵一点，是两房一厅计，如果三房计那些，譬如名城那些都20000多了已经。咁一路經過都好多沙士啊、海嘯啊，到而家今年為止咧，應該租金咧係比今年係最新高咯，比1997年仲要貴租金。大圍係1980年代發展嘅新市鎮，有多條公共屋邨、私人屋苑、唐樓同村屋等。區內第二代人已經長大成人，增加對呢一區嘅房屋需求，係租金上升嘅原因之一。由於周邊都好多個大型嘅公共屋邨，咁都20多30年啦，嗰啲第二代都成長咗，咁佢哋希望咧同父母都就近住埋一齊，互相照顧，所以咧就係嗰個需求都有嘅。差響物業估價署公布6月份數據，40平方米，即係大約430尺嘅單位，租金指數已經升到去169.2，係自1979年以嚟嘅最高位。有测量师估计，一般住宅单位邻近港铁站，交通便利，会令租金上升1至2成。所以日后多条新铁路落成后，沿线区域的租金可能仲会继续升。如果有些地方佢根本其他交通配套都很差嘅，咁有地铁嗰时，佢个升值能力又会高很多啦。咁样，咁所以，但如果话好粗略咁，我相信即系20%的租金都应该可以嘅。租金咁高，低下阶层又点样面对呢？我哋由大围站出发，沿住沙中线嘅方向向南走，去到兴建中嘅土瓜湾同码头围站一带。土瓜湾系传统嘅旧区，喺呢度住噶好多都系轮候紧公屋嘅低收入家庭，佢哋有人已经开始挨唔住贵租。租置譬如呢个睇明家为例，一个通常佢哋都系俗称住劏房嘅位置。咁劏房嘅位置咧，咁佢哋大概租金系3500到5000元不等。呢一度系启明街，部分路段由于有重建计划，部分业主会借住加租嚟收翻层楼。林博以前每星期会收到4至5个家庭求助，但近期系每星期有10多个。好老实讲，啲业主咧就好唔清楚嗰啲法例啊，或者市建局嘅条例，咁我哋好希望咧就早啲收，可能觉得会市建局会早啲赔到钱俾佢哋，所以咧就会有一种叫做逼迁嘅情况。你好啊，我系林博啊。谭女士一家四口，3年多嚟都系住喺启明街呢一个只有250尺嘅劏房，虽然唔属于收购范围，但屋内漏水严重，墙壁剥落。但咁样嘅单位租金由原先嘅2000多元加到3500元，而且业主仲唔签租约。住咧，佢都会问我哋几时走嘅，就地产会问咯。屋主就冇消息，都话冇问到漏水问题咧，向屋主反映咗，但系屋主就冇回应咯。谭女士话：成个家庭嘅开支系靠丈夫嘅17000元收入。扣除租金同水电费，剩低14000元做生活费，加上两个小朋友已经入读幼稚园，开支会越嚟越大。佢话而家都唔知点算好。都唔系落去，冇保障同埋咧，就两头唔到岸，我哋就唔知道到底佢咩原因咩问题啦。佢又唔叫我租，
咁樣我哋到底搬唔搬啦？我哋搬出去咧，就揾唔到咁嘅價錢啦，就生活水平咧就冇保障啊嘛。住宅租金上漲係不爭嘅事實，再加上今年度新落成嘅公屋只係得9800個，比上年減少咗一半，基層住屋問題再次成為焦點。唔少團體希望政府重推租務管制，控制租金水平。这个措施是不是真的帮到租客呢？我们下一节回来再看。楼无定走，收楼无定走，基层租客无保障。社工游姑娘经常接触基层租户，她认为现在的租务市场求过于供，有时业主开价高，租客很难议价。业主就很平常的一句说话挂在口边，就是说即是你不租的你就走咯，可能背后再引申一句就是都不缺人租的，他都真的。而基层租户租约期满，要找另一个单位成本亦都很高。水费、电费、按金啦，租住按金有阵时要按三个月咁多啦，亦都要俾半个月一个中介费，佢要霎时间攞出成10000元出嚟。社会上有唔少政党同团体纷纷要求政府重新实施租务管制，包括限制租金升幅、延长迁出通知期，佢哋都希望延长死约嘅期限。对于这些诉求，香港业主会表示反对。会长佘庆云说，现行法例足以保障租客，延长死约年期将对业主更加不利。你个租客同我定2年死约，表面是2年，但如果你住了半年你突然走了，我想问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个租客呢？有哪条法例可以叫个租客会交回另外这1.5年的租金给我的损失呢？佘庆云说，有关通知期和租金的安排应该由业主和租客自由协商，而根据过往的经验，业主和租客的关系大致良好，只是间中才会出现类似租务纠纷的情况。李小姐的遭遇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个位于北角的一个单位是属于李小姐先生名下，去年年底李小姐的奶奶将单位内的一间房租了给人，点知佢奶奶在今年初离世。作为业主代理人，李小姐希望同租客签过份租约，双方由嗰一刻开始就出现摩擦。好似即系话你系想我走嘅，你就好唔友善啦。咁所以咧，不就我我上亲去嗰个单位咧，佢就去报警。咁最后咧就直情系出埋警告信俾我，系贴喺大门度。李小姐话：屋企人租出嘅只系一间房，而唔系成个单位。但佢哋而家就唔系经常成功进出单位。好似呢一日，李小姐想入屋做一啲简单嘅修葺，就被拒诸门外。喂，我系业主个代表啊，请问你可唔可以开门啊？系啊，佢就系咁样一条防盗链咁整住，挂晒啲衫喺度。我想我咁耐嚟到嘅话，佢都系咁个样噶，除非佢唔喺度。经过一轮拍门禁钟，李小姐最终虽然入到屋，但租客亦都似乎报咗警。李小姐话，为咗令租客迁出，佢曾经同对方商讨，愿意赔偿剩余死约期内嘅租金，大约系20000元。但租客就要求100000元的赔偿，双方未能达成协议。嗱，呢度个厅咧搬晒咁多家私出嚟咧，就系由呢间房嗰度搬出嚟咧。我本来就谂住装修嘅，因为嗰啲湿啲水，你睇下，完全已经湿到咁个样，所以我谂住嘥10日8日时间咧就搞掂佢。因为间屋始终都系自己嘅，我都需要上嚟睇下究竟系发生咩事啊，或者我需要做啲乜嘢，好无奈咁样等嗰个死约到期咯。而家一般情况，业主想收翻一个已经出租嘅单位，
是有一定的程序。如果是租客欠租而收回层楼，需时大约四个月，业主需要支付的包括土地审裁处、執达主任收费和开锁的费用，大约是4000元。另外租金的损失是最大的成本。但如果租客没有欠租，在死约期内业主不能够要求租户离开，他只可以提供经济诱因，游说租户达成终止租赁协议。业主会认为一旦实施租管，例如延长死约期，会大大增加收楼的成本。我同情租客不是等于绑死我业主吗？你对我业主不公道、不公平、不公正吗？而测量师潘永祥亦预计，租务管制会令租金再上升，业主亦会有额外收费。比如话以前咧，可能系连租约个租约咧就系包差饷管理费啦。咁而家咧，可能差饷管理费咧就唔包啦。甚至可能咧，以前维修保养咧系业主负责，而家可能租客负责吓。咁呢啲都系咧令到嗰个租客喺倾咗新嘅租约嘅时候咧，即时咧已经系有一个损失喺度。七月初，运输及房屋局发表研究文件，引述外国多个例子，嚟说明租务管制会带嚟预期之外的效果。例如纽约市在实行租务管制的头6年，受规管楼宇的租金水平高于一般的楼宇水平。另外又指出，2011年经合组织的研究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，在租务管制措施较严的国家，它的平均租金水平会较低。一直关注基层住屋问题的张超雄认为，政府早有预设立场，偏重负面影响。他将一些几旧的资料，然后就即是将不同国家的负面的经验呢就包装在一起。其实这些外国经验有正面也有负面的。而且我们讲的租务管制大致上可以分两方面。一呢就是在租金方面限制它。另一方面呢就是保障一些租客的权利。我觉得两者我们都要看。他认为现在租金升到去历史高位，加上公屋供应量减少，是做租务管制的好时机。这一天，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，研究租务管制文件，不少市民大吐苦水。取消了之后呢，跟住呢不断咁样加，我觉得係好辛苦。嗰、那个租金係占咗我屋企嘅收入嘅40%嘅。另外一班苦主亦希望增建临时房屋以过渡困境。但政府嘅代表就话，由于稳地困难，好难成事。如果真的找到，其实我们现在政府的首要，如果真的找到一块这样的市区地，我们第一时间是希望做到公屋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长远的。租务管制这个议题确实引来很大的争议，相信对立胶着的状态会持续，短期内难以达成共识。不过社会上的确开始出现有人租不起楼，被迫露宿街头的情况。这里是尖沙咀文化中心，化名阿明在这里露宿了2个月。阿明年过60岁，现在做散工，他说每日最多赚到400多元，每月收入不会超过6000元，根本冇能力负担租金。咁贵三餐系咪？讲到好啲，你系唔知赚，赚3000元，少啲。啊，啲账单我4000咗，咁你咪几十万蚊，卖9000蚊收入先可以支持。咁你搵到啲人工咯，到我哋咁年纪。佢话只有多兴建公屋，才能够解决基层的住屋问题，社会现在先讨论租管已经太迟。咁现在去到水平，我哋应该支持，而家先管制可以。好似阿明咁样嘅例子，并唔系少数。就我哋采访所知，好多打工仔都因为交唔起租金，喺公园同快餐店通宵留宿。
吴伟东一直关注露宿者的情况，他说近年的租金上升令再度露宿的人数增加了。另一个都是因为房屋问题，因为现在最主要就是租金贵和没有一个租务管制。我们看到其实露宿的状况不嬲都有，但是再露宿是严重了。现在最惨就是基层那些未排到公屋，现在在劏房啊或者一些小单位在挨紧。他们的租金呢讲紧过去五年升了七成又多。咁你諗下佢哋嗰個負擔去到邊度呢？我好多研究都睇到呢，佢哋平均呢都要講緊攞緊入息嘅三成或者以上去交租嘅。咁一般人如果你即係咁樣生活法呢，其實已經好困苦。要解決住屋問題，當然最有效嘅方法係加建資助房屋。不過今年嘅公屋落成量只係得9800個，全年可編配單位數目更跌至17年來的新低，但輪候公屋的人數就不跌反升，8月份已經突破25萬。在租金不斷上升的情況下，短期實施租管的部分措施又或者提供租金津貼，會不會是一個權衡輕重之後解決燃眉之急的辦法呢？我就贊成不如租金補貼好過了，因為租管是一刀切，不是針對性，即是我們不是針對哪些租客他有經濟困難津貼他。我相信都是其實是一個短暫權宜之計，即是說當他未上到公屋之前做一個補助。